掌握职场动态，网罗各界精英。大家好，我是百工小秘书莎莎。大学毕业不只能够赚22K，而且你不要再抱怨老板都不帮你加薪了，好不好？自己的人生掌握在自己的手上。今天呢，我就要让你发现职场的希望之光。非常严格的日式管理之下呢，我们要找这个人，他在26岁的时候就成为了区域店长，到底是什么样神奇任务呢？等一下跟他好好聊一聊。雅婷，早上好，谁？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？不好意思，可以跟我拿一下筷子吗？哦，这个的话是要考莎莎姐的，对，因为其实想骗你吃过那么多的美食，那一定可以有办法分辨出来，我们就是同样的商品，那这两盘有什么差异？这个不对的，就是这一个啊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这个已经腌出这个寿司了，不对，而且呢，这个上面的料明显就是它太满，所以放太少了。这个才是对的，正确的话是这个的话还是有问题的商品，这没有问题啊，这看起来很好吃哎。没有这个的话，就是出上面的佐料已经掉到旁边，所以要像这个一样放的整整齐齐的。对，放的整整齐齐。莎莎姐，枉被你吃遍大江南北嘞，这么简单都猜错啊！下一题的错误很明显哦，要是再猜错啊，你得让战喽。他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忘记放美乃滋了，他有放，他没放。他有放没了，哎，真的哎，因为他的洋葱已经就是也掉到盘子上面，那他的酪梨的切法的话没有跟我们的虾子一样大，那这个的话酪梨跟虾子一样大，真的哎，比别人更细心，观察来客数增加，马上通知厨房先做好准备。比别人更龟毛，要求桌面的摆设和清洁，让用餐的客人啊能吃得开心。比别人先想到主动去做，更是主管啊对他放心，愿意在每次有晋升机会的时候想到他。我想问一下，每个帽子的颜色，它的升迁的时间大概要花多久？白帽的话大概是差不多3个月，那也就是说我们入社之后大概3个月以内会让一个社员他学习基本的工作，那3个月后就开始练习蓝帽，大概要花3个月的时间。对，所以你的话你是花多久的时间？我从入社之后1个半月就开始练习蓝帽了。怎么会？是不是因为这家是你们家开的？怎么是？喂，莎姐啊，你卖公生久了啦。其实雅婷毕业先是在日商公司从事业务助理的工作，但日复一日的开发客户跟处理订单的生活啊，让他开始思考人生的价值。后来看到真才广告上说的无经验可透过服务传递快乐的工作，就让他想到曾经对餐饮业的热情。而放弃机会及放弃梦想这句话，更让雅婷啊开始了另一个职场的挑战。中立站前店开幕的时候入社，那时候店内非常忙碌，对，那我也是想要赶快提升自己的能力啊，所以当时就是每天上班就会找空档抄笔记，那当天有不会的话就会赶快去询问指导我的蓝帽或是黄帽。对，所以你其他同事跟你同一批进来的人看到你这样，应该都觉得哇，雅婷你也太强了吧。成功的秘诀是先了解自己，做周全而完善的准备。雅婷啊，把自己的优点就这样尽情发挥在日式餐饮业上，总算啊让她在职场上发光发热的。其实像很多年轻人啊，他们其实工作上也蛮努力的，但是就没有达到你的目标，就是这么快的可以升迁。应该是说我的优点，我觉得自己比较细心，对，那就是我会不断的去判断啊，或是想说下一步要做下一步之前，那我应该做怎样的准备，当做真的是自己的店。这其实应该也算是一个小小的诀窍，对不对？除了体验餐饮业对食物的严格要求，莎莎吼她也想体验白帽的收桌工作，来感受一下雅婷啊是如何训练员工的。好了，好，那莎莎姐，我们首先收桌的时候不会是坐着收桌，要站着哦。好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那桌面的摆设这样是完全不正确的哦。怎么会？对，我跟纸上一样吧。这跟我们就是真的差很多哎，对，这真的差蛮多的。所以要怎么样把它调整一下？好，觉得很好看，但是来不及看到要吃什么啊。这边的话呢，是放我们2个酱油瓶。那酱油瓶口要朝外，对，那这个日式酱油膏的话口朝内。
将心比心，用要求自己的标准训练新进人员，因为啊，他希望被他训练的人员比他更成功。态度与经验的传承，让新进的员工们都知道，成为超级店长啊，不只是梦哎。可不可以跟我们想要转职的朋友，给他们一些鼓励的话，让他跟你一样可以乐在自己的工作？如果你在找工作的话，是不是可以从工作当中去一直有不断有新的目标，那去努力，对，那从这个目标然后去达成你的成就感，对，这部分我觉得蛮重要，要有成就，那会不才会工作才会有动力。